呢日香港机场一早就卷起阵台风，首先就有汪东城大东到场，佢未嚟到就已经有一大班嘅粉丝喺度等佢啦，佢哋仲预备咗好多礼物送俾佢添啊。跟住随后出场嘅咧就有杨锦华，佢一出闸就有无线嘅代表送花嚟迎接佢啦，真系开心啊！唔知佢今次嚟香港会留几耐咧？啊，应该三天左右吧。有没有时间去吃玩？嗯，没有没有，比较期待吃到那个好吃的。甜食啊，还有翠华的鱼蛋粉。对啊，嗯。同埋，点解唔见你嘅绯闻男友怀秋同你一齐嚟噶？为什么跟他一起来香港？玩玩啊。开播吗？开播吗？没有，我们是朋友。是吗？对啊，对啊。